吗？这四个？哎，怎么可能？都一批走的，刀哥。我卖就卖一宿的，我也不留着，我留着这两个怎么去卖嘛？我嘞，你把好的挑走了，我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刀。近期呢，有几个粉丝啊，他跟我说要那种就是小的色料啊，很小的那种。然后呢，有的要做界面，有的呢要做耳环，做什么的都有。那我呢也去市场逛了一下呢，反正要么价格不合适啊，要么品质不到位。那我今天呢就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找了一下了嘛。那一会儿呢，小龙啊，大家也认识的，就是以前也经常去他家收货的。他呢跟我说他手上有一批啊，一会儿给我送过来。那么一直在这里等一下，好吧，看一下能不能捡个漏。哎，刀哥。哎，小龙，哎，坐。哎呀，哦，就这一批是吧？对，就这几个了。啊，你拿出来我看一下吧。因为我那几个客户嘛，他都要这种小的，我在市场上赚了也没赚到。哎，这个怎么掉了呢？掉，打不开了是吧？好货都打不开是不是？来，我倒在这上面看啊。哎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今天你们想要这种的，我就拿过来。嗯，没有，客户找，不是我那个想要。哦，你这个是种水的嘛？啊，这个也有色。小料子嘛，也有色的。哦，在这里是吧？啊，这些都是色。嗯。啊，这这个也是种水吗？这几天都感冒了呀，哎呀。感冒了？对。登革热了吗？不知道。是不是登革热？嗯，这种滴滴摸摸的。哇，这个种水好。嗯。这个可以，哎，这个也是色，嗯，哇靠，这个好，一点不好，这个色，我看一遍，你慢慢看，没事。我记得是这个分，OK， 就是看到有这么多色啊，因为客户要求是要小东西嘛，那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啊，来镜头拉进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这个啊，可以去赌一个小东西。那这个都是色，它没打理啊，可以看得到色还是比较洋的啊。它的大小呢，做一个佛宫位是有的，但是嘛，这么小啊，它要满才能做佛宫啊。但玩界面呢就比较稳。然后，哎，这个也是种水啊，但这个种水很好啊。其实这个便宜嘛也可以收，嗯。这个我们来看啊，它其实是赌耳灯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这种小东西啊。包括这几颗啊，这几颗都是色，它都是赌耳灯的，知道吗？那包括这个是最好的，里面种水，那这个可以达到冰洋绿的种水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它这个就只有薄薄一层，也是玩耳灯的啊，这颗都不便宜，知道吧？看没有？它只有这么薄薄的一层，就是这一点啊，这一点呢就玩耳灯啊是非常合适的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要不也算了，看看这个它也是薄薄一层啊，这个。算了吧，就这几个啊，嗯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小龙啊，你说，因为这个也是种水嘛，对吧？啊，然后这几个是色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呢，嗯，稍微大一点，对，你就从这个大的开始谈。嗯，这个是这个多少钱？啊，这不是一个一个卖的，啊，这个都是一批走的。哦，这一手 啊，一手走的，一手走的。你这个都，你看嘛，你这都是种水料，哎呀。这个不管这种小料怎么，你也知道的，都是一手走，别一手走嘛。当然了，我跟你讲，也不是说一手走，就是说啊，这四个我们一起谈，然后这两个我们单独谈，知道吗？这比较匹配我的客户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要是这几个嘛拿去赌耳灯，这个嘛拿去赌个吊坠啥的，然后这个嘛就是随行小佛宫，小就直接打个孔这样带。啊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大哥，这都是一手走的。都一手走的，对对对，你把好的挑走了，我这，有些是差的嘛。那多少钱？这个是，都，这一手走的。一手的话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嘛，我也不多说了，这给你四万五嘛。四万五。我这几个给你稍微打高一点嘛，因为你看这么多，三，六八个，八加四十二，是十四个，实际上我只要六个。这六个我给你多给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是不行啊，要一手走，要一手走啊，对，一手走，这个价格都是一样的，价格都是一样，你只要拿这些也要一手走。我昨天都买了，你这太多了，而且这些大多数不是说没用啊，就是说有些不匹配。你像这种买来了，你要做东西嘛，它又差了一点，大东西又做不了，只能做小东西，对吧？你像这些种水，这几个种水
对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对，这几个总水说直白一点不值钱，几百块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无非就这些直连线，但这些都差了一点呀，对不对？它匹配不了啊。这个呢还可以，东西要一手手的。我这几个给你打高一点嘛。不是你一批走，你一样的价格，大哥，你只拿那些也是一样的价格。你给我放个路嘛，好吧？能给多少嘛？你说说一下价格。这个的话，这四个我给你2000块钱。哎，这个我给你2500。哎，这个我就给你1500。不，那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我不要嘛？你这些，你当给我放个路了？一样的价格了，这个。一样的价格，那我要么。要么就这样吧，这一批就你先不要修了。嗯，我还带了一包啊，还带了一包，你可以看一下啊。来，再看一下这一包，这包有多少吗？这包看看，啊，这包就几个吧，是吧？对，看这包也可以。放这，哎，这一包就几个了，东西色，你们看一下，都是色是吧？对，东西色，真的是。后浆，后浆。你这个哦，这个可以，但你这个没有那个匹配的，对呀、啊，匹配度不够。这个是单的还是一手的？这也是一手，都是一手，都是一手。你要单一点吗？没有单的。这几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就这个差了一点。哎，总是会有一点差的嘛，这种一手。都是后浆的，这手是后浆的，他那个就是什么仓库都有。对。嗯，看一下，你慢慢看吧。这个的话就几个，都是色，这个比较合适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是里面最好的，有机会完满的。啊，反正也有好的，也没有那种的。一手的，这是多少钱？这一手，哎，我也不能报了，这个我就直接给你卖价了，反正这个也。没有成交吗？这个的话，最低价给你，老哥，一口价啊。你说呢？18000吗？18000。一口价。我看一下啊，18000。来，镜头拉近点。一口价。这六个。它这六个呢，最好的是这一个啊，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讲过，翡翠这玩意儿它不讲大小的，看品质啊。那这个品质很高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色料。它这些都是色料啊。然后这个呢是种水色里面最好的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后面我们注意看，看到没有？它是没有漏的，这个是后浆的，没有漏。它这一个是比较贵的，其他的都还好，比较便宜啊。这个我们打价的话要打好几千块钱，因为它是满的嘛。目前我们去看的话，它是一个满的，那它没有漏底啊。这个呢可以去取吊坠，去堵吊坠啊，不能说取吊坠。然后呢，它这里呢还有一个，它这些呢都是开的发里扶沙的窗啊，看到没有？但它每一个都是色，然后这些呢也要大一点，包括这一个，那看见没有？这些都是色啊，然后还有这一个，这些色呢都还可以，反正也有点种水啊，但这个是属于比较差的了。这三个要好一点，包括这个，那这个呢它也稍微好一点，然后还有这个呢也差一点。这个其实我们自然观看，这个差在哪里？就是棉太重，加白啊。但是我们打灯去看它是绿色的，但是我们不打灯看它就是加白有点多。说直白一点，就这两个要差一点，这四个要好一点啊。准确的说就这样的。我买这四个，哎，都一批走的，刀哥，这才几个？你看，我只想要这四个，只有六个这。六个，这四个我给你打高一点，那能够算了吗？哎，那都是一口价了，这个都是一手价。这四个我给个你，这个其实这个好，这个堵小东西稳得很，这个是真的好，这个好，这四个是比较好，我给你6800吧，这四个。哎，怎么可能？这啊，不，这都是一手走的，大哥，一手我给你16000吧，16000，我也不说18000了，16000，一手。这两个差了一点，但多多少少值点钱，几百块钱。那肯定值啊。16000吧，16000，一批走。那你加1000吧，好吧，7800。7800的，要么就要全部要，这样，刀哥，这直接，这两个我不要。13000吧，好吧，直接13000，全部，我卖就卖一宿的，我也不留着，我留着这两个怎么，
怎么去卖嘛？我嘞，你把好的挑走了，我这两个东西一起走。这样吧，这两个我也拿了，嗯，我再给你加一点，啊，也不说一万三，我不说七千八，我给你加最后一口，嗯，吉利数八千八，好吧？行，我们合作这么久，说实话，你这两个买来了真没什么用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但是你要说这两个每一个大几百块钱是值的啊，因为它毕竟带的是。扒了皮之后没有裂，直接打孔配佩戴，你说几百块钱不值了，肯定是不可能的啊！所以给他相当于每个加五百块钱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八千八。我这个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买回来，如果客户不一手买，他如果要挑，嗯，我也麻烦了。啊、但是我一般我一手买的，我肯定也是一手买的。一手买、啊，所以说我给你八千八了，就一口叫了。你要觉得可以，这六个我就算，因为你那个。确实太多了，如果你那个那几个小的，因为那几个小的为什么我打价可能还低一点，因为它很小啊，然后这几个都是大一点，都是大的呀，对，嗯，怎么样嘛，成本，你当给兄弟放个漏了吗？对不对、嗯、这些滴滴摸摸的料子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对对对，好久好久也我也没有给你带货，对呀、啊、你说那些大的对不对，好的收藏的对吧，我们可以谈，你像这种千把几千块的东西有什么好谈的，好嘛好嘛，给你漏吧，来行不行 OK，这个袋子也给我了啊，你拿吧，我直接微信转你吧、啊、可以可以没问题，嗯，下次我要什么我给你讲啊，你跟我提醒、啊、跟我说就行啊，提醒我联系，好的，那我们我等一下直接转你，好那我先走，那我们这批货呢就已经拿下来了六个，八千八百块钱都是色，就是色好色差的问题，好不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啊，有喜欢刀哥的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